艺人杨采妮、李行杰、梁咏琪以及许茹芸四人情同姐妹。今年27号，梁咏琪在脸书上分享四人齐聚的画面，在文中透露，由于杨采妮的双胞胎出生后，四个姐妹难得有时间聚在一起，还把另一半和小孩带齐。四位女生上次相聚的时间在2013年杨采妮的婚礼上，这次四人难得齐聚在一起。有网友表示，四位年龄相加起来有173岁，但怎么看就像少女团体。